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NB 大雄 March Bear， 哇，又跑去播猜集了。我看到网络上啊有 Pokemon 买500块有送赠品的活动，我就照惯例又跑去台南中山店星光三月八楼的 Fun Box 买玩具了。这一次啊，挑了两个东西，这个方块 Pokemon， 然后因为两盒就过500，所以就送了一个，一张纸。这个算场景小场景的纸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皮卡丘，就为了这两样东西，把这两个东西买回家。奇怪嘞，我身边的朋友啊，每一次只要看到我买玩具，都会觉得说我很不猜忌，可是。我在看到他们在买一些奢侈品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不猜忌的。价值观不一样，反正就继续让他们讲不猜忌，反正我就喜欢不猜忌。那来猜猜看吧，后面的那个胶带什么的我已经都切开了，只是我还没有打开。那我们先来开鲤鱼王好了，因为皮卡丘这里有宝贝球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这个就是鲤鱼王，方块的鲤鱼王。很鏘的东西，超爆鏘，可是这个超可爱的，因为之前有出手游版的，我玩得还蛮开心的。这个啊，不只是球，这个真的不只是球，它还是一个泵收纳盒，因为它当初这里外盒的这里就已经有写上说可以打开来收进去，太可爱了，这跟着这真的就跟游戏里面一样，鲤鱼王。不要骂我智障，我相信这么可爱的东西你们也一定会买回家。我们来看一下皮卡丘吧，这是皮卡丘方块的鏘，可是这一系列就是在于它的鏘鏘的很可爱啊。它的卡撑，可是它的尾巴很忠实呈现哦，原本的皮卡丘的尾巴就是这种闪电状。也是啦，闪电状的东西变成方块呀，闪电状，强爆的东西，它一样是一颗大的宝贝球，可以把它给收纳进去。这盖得起来吗？欸，可以耶，它尾巴刺刺的，可是还是可以盖得起来。收服 Pokemon 皮卡丘啊，它的跟鲤鱼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啊，它还附送了一颗小小的宝贝球，而且也是方块的。超级可爱 ，Oh my god！ 这个东西，百货公司加 Pokemon 真的很容易让人不猜忌。在买的时候我超开心，买回家的球真的超香，可是又觉得不买为妙哦。这个东西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鲤鱼王连站都站不住，只能够这样被他放着而已。我们来看一下他送的东西好了，他送的啊不是一张纸而已哦，他这个算小小的组合场景，我把纸包了。呀呀，他这个场景啊是拆下来可以组装的，噔噔噔，他这个组装超简单的，会想要这一个主要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个杰拉欧拉，超可爱的，而且很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它里面还有这两个，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来组装给你们看。噔噔，我装好了，它就是两个圣诞帽。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搭配着神奇宝贝来用才有用，而且它前面有做两个小小的洞。这小小的洞应该是给只能给皮卡丘用，我们就来拆开吧。它送了皮卡丘，皮卡币。他送的是正版的哦，他送的皮卡丘是正版的哦。他这里有一个 Pokemon 官方的贴纸，然后里面也有证，这个算证纸吗？应该算说明书还是警告标志吧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帽子给坑 Kitty， 噔噔，充满圣诞节感的皮卡丘，圣诞皮卡丘，圣诞皮卡丘。掉了，生气，
这已经掉了好多次，烂死了。这个底座比较重要，还有这只皮卡丘，这两个比较重要。他的上色还不错，他送的这只皮卡丘上色的不错，脸没有崩掉哦，脸也很认真的有上色上好，不错了啦。满五百块就送一只比卡比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圣诞节送的皮卡丘，跟我买的皮卡丘，真的很香，可是好可爱啊。我今天的开箱就是这几样东西咯，如果想要收藏到这个就是限量版的皮卡丘啊，还有这个底板啊，应该在台湾全省的 Funbox 买500块都有送，然后我看到网络上写的啊，他是写说送完为止，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要快点去买。我是 MB 大雄 Much Bear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